们今天继续用诗篇八十八篇来敬拜，来浸泡在神的同在里。八十八篇的诗篇跟八十九这两篇，号称在诗篇里面最黑暗的诗篇，因为作者在他的文章的里面，他在的祷告里面，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可是好像一直听不到神对他的回应。在这个诗篇里面，作者不断地描述他身边所遇到的事情有何等的困难，似乎在抱怨上帝好像都没有听他的祷告。可在这个情境下怎么办呢？虽然八十八篇的诗篇是黑暗的诗篇，作者却隐藏了一个极大的光明在那里面。他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没有因为看起来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他就停止祷告。没有因为上帝没有照着他的心意来完成他所要的，他就停止祷告。我想在今天，在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段，在哪一个时空的背景，总会有一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为了某些事或是某个情境，你祷告了许久，上帝好像一直都没有听你的祷告，或者上帝的回应好像就是跟你的祷告方向是完全不搭嘎的。也许你不断地在心里面开始在嘀咕说，那我要接着要怎么办？如果连上帝都不听我的祷告，那我要怎么办？诗篇八十八篇的作者可拉的后裔，他的答案是继续祷告。他说：“耶和华，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信仰的最核心的考验，是当神似乎没有听你祷告的时候，你继续祷告。盼望今天这个诗篇能够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在灵里面的奋心，在灵里面的帮助。盼望圣灵借着这个诗篇，在我们许许多多生命处境里面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我恳求圣灵这时候丰富的同在，在每一个分播点，在每一个媒体之前，在每一个你收看这段影片的时空，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圣灵在你所在的地方，在你所在的那个时间里与你同在。我们一起开口，一起来祷告，求圣灵来降临，圣灵来带领我们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Yeah.
Yen da la la ya di di sha la la ga sa. Se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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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ga ta sa la ga ba ba ba. Se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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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 de da la.来邀请你，圣灵也正在邀请你，圣灵要跟你的灵说话，圣灵要跟你的灵说话，让你的灵可以带着你的魂与体与他完全的连结，来到神的宝座前，就在神的宝座前倾心吐意。无论过去你的祷告经验如何，今天这个时候圣灵在邀请你跟着他，跟着他，让他带领你，让他带领你的灵、你的魂、你的体来到神的宝座前来敬拜他。开你的口，从你的腹中涌流出赞美的声音，从你的腹中涌流出祷告的声音，从你的灵的最深的地方涌流出你对于神的渴慕，你对于神的祈求。即使在过去很多时候你的祷告好像对着天空说话，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圣灵说，在今天，在今天，在这个祷告的里面，神要告诉你他在听，而他要的是你继续的祷告，继续用你的祷告来与他连结。开口吧，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里，开口祷告吧，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处境如何，开口祷告吧，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的时空方不方便，开口吧，用悟性，用方言，用灵歌，用颂词，用你的声音，用你的行动，或许你甚至可以站起来，用祷告的舞蹈，用祷告的姿势，用祷告的手势，甚至你可以起来挥舞得胜的旌旗，就在你所在的地方，用你所能够被容许的方法来祷告。我们一起继续来开口，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声音，我们继续祷告。用方言悟性，用灵歌颂词占满你的口，免得你的口舌被那些抱怨的言语所使用。用赞美的话语充满你的口，免得你嘴说出埋怨的话。用敬拜的话语充满你的口，免得你的心思意念被撒旦魔鬼所欺骗，远离神。用你的敬拜，用与神同在，用你的敬拜，用你的心灵诚实的敬拜，在赞美中来到神的同在里。
到神的宝座前，来到神的山上，当时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他们亲眼看见神，以色列的神。摩西记载说，在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神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在神面前又吃又喝。来到神的宝座前，这是你昼夜在祷告的神，这是你不断的在祈求的神。走在那一片看起来像蓝宝石的平滑地，清澈如天色，眼睛观看，你的脚、你的身体被圣灵所吸引，越靠近。不仅仅观看，你越靠近。
专注在神的同在里。你越能够专注，你就越能够更靠近。中间有一位姐妹，已经为了你的家人的身体健康祷告很久，好像你觉得神一直都没有回复你的祷告，以至于你看着你的亲人被健康的折磨，在疾病的下面受苦。在神的同在里面，你专注地看着神，也许你会有一些情绪，也许你想要用话语再多描述你的窘境，在你所在的地方，现在你可以开始祷告，继续将你对于这个亲人的疾病，你所面对的挫折，你可以自由的祷告，可以将这些借着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
有位弟兄，你一直在为你的婚姻在祷告，你很渴慕能够成为丈夫，成为父亲，你期待能够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倾倒你神放在你生命里面的爱，好像在你里面不断地跟神在诉说你的渴慕。好像这几年以来，上帝一直没有把一个对的人放在你身边，你几乎觉得好像这个世界要跟你隔离，你觉得好像别人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在看着你，渐渐的你将想要有一个对象可以结婚这件事情就埋葬到心的最深的地方，不敢再说，因为你怕你说了人家会把你当作一个怪人。今天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圣灵又再一次唤醒了这个你把它压在箱子最底下的一个祷告。圣灵在邀请你在神的同在里对神倾心吐意，圣灵在邀请你继续祷告。
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也没有丢弃我们，你的眼目时时的看顾着我们。主，当我孩子无力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主，谢谢你仍然接纳着我们，接纳我们的沮丧，接纳我们的感受，接纳我们的愤怒。主，谢谢你的爱是如此的呵护着我们。主，你来帮助我们，不管在各样的境况，仍然可以来仰望你，仍然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祝你赎回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在你的面前充满盼望。主，唯有你，唯有你可以做成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主，谢谢你，主，赞美你。主，即便不知道怎么祷告，主，我仍旧要赞美你，我仍旧要感谢你，因为你坐着为王，你永远是良善，你永远是美善，你永远是伟大奇妙的神。主，谢谢你，赞美你，让我的心不断地发出赞美，让我的眼目单单被你吸引。主，谢谢你，赞美你。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充满了各式的苦毒，即使你搜寻了许多你生命的方向，却找不到盼望，即使你的眼睛已经枯干，即使你的愤怒重重的在惩罚你，
压制你，即使你已经被围困在一个角落里，被惊恐威胁，几乎要死，你还是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继续祷告。你还是可以在他的同在里面继续浸泡。这种祷告，这种浸泡，使得你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使得你进入神的同在里，物理界的环境也许没有改变，心里的情绪也许还没有得到解缓，但是你属灵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那些眼光原本放在你的周遭这些叫你焦虑担心的事上，但是现在你的眼光专注在神的身上，继续祷告，不管神如何的回应你，继续祷告，不管你的心你的理智怎么样的想要阻止你，继续祷告。有一位母亲，有一位父亲，你们成了一对为你们的孩子祷告的夫妻，你们的孩子跟你们的关系决裂，他带着愤怒，带着哀伤，走自己的路，在你们中间不断的有许多的控诉出来，好像撒旦魔鬼用那个机会来控诉你，说你们不是一对好夫妻，你们不是一对好父母，你们没有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以至于你们的孩子要走这一段悖逆的路。你们为了要让他回头，已经花了好多的时间，用了好多的心力，但是一直都没有看到好的效果。今天神借着诗篇八十八篇跟你说，继续祷告，继续仰望，继续祷告，继续仰望。
声，求你听我的祷告，耶和华，我呼求，日夜呼求你，耶和华，我的神，求你听我的祷告，耶和华。日夜呼求你，再次说耶和华呼求，耶和华，我呼求，求你听我的祷告，耶和华。求日夜呼求你，我的心里充满痛苦，我的生命没盼望，我的眼睛枯干疲惫，前途，我被愤怒重重压制，我被拘困在角落，我受惊恐威胁不天父，我已经立定了志向，不论你对我的祷告的回应如何，我就是要继续祷告。不论你对于我所祷告的事情的想法跟我同不同样，我就是要继续祷告。天父，即使我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即使我的情绪是那么的重担，我的外面有那么多的惊恐，
还是要继续祷告。我相信我要把我的生命主权交在你手里，我就不能规定你怎么样回应我的祷告。天父，让我不时的在你的同在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祷告的里面，不只是诉说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期待、我的恳求，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将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天父，你对我的生命有100%的所有权，你对于我周遭环境、人、事物所发生的有100%的权柄。天父，谢谢你仍然给我这个身份，可以随时在你面前祷告，然后可以随时进入你的同在里。主，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能够更信赖你，不被自己的情绪、理智所捆绑、所威胁。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浸泡在你的同在里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诉说我们心里面对于某事、某人、某物的想法。但是天父，更多的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所有，继续祷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祷告，我呼求你早晨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对你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愿你侧耳听我的呼求。但是天父，虽然我这样祷告，我却愿意宣告你拥有所有权，你拥有所有的权柄。我宣告，我相信你是善良的神，你是丰富慈爱的神。我也知道一切好处不在你之外，
就将生命的主权交在你手里，将生命环境所有的大小事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将祷告的结局交在你的手里。唯独你是神，你是主，你是耶和华，你是始，你是终，你是 Alpha， 你是 Omega。 你的眼目贯穿全地，贯穿历史，我举手起来祷告，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我昼夜在你面前继续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愿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奉耶稣的名祷告，